我需要自己先想清楚，要不然对谁都不公平。赵总，风控大数据出来了，得出的结论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荣文宝用户的交易行为构成了一张大网，网上的哪个节点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微缩版的庞氏借贷。你也说了是有可能，而不是必然的。你不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慢下来了吗？ 你觉得我是在冒险吗？是的。我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受到任何的损失和伤害。你是在关心我，还是在关心公司？都有。我需要自己先想清楚。 要不然对谁都不公平。赵董，您找我，帮我约一个人喝咖啡。 沈小姐很准时，请叫我杨太太。咖啡我已经点好了。朋友最近推荐我用了一个语音助手，说话特别逗。小凤，我忘了，你跟我说老公孕期出轨率是多少来着？70%还是85%？ 你以为不怀孕老公就不出轨了吗？哼，逗吧。你有话直说，我时间有限。照片你看了吗？删了。挺能忍呀，没哭又没闹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好事之徒，不能随了他们的愿。 他是说过他喜欢我，可是我这个人啊，工作和私生活分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一直都拒绝他。猪逻辑，主动送衬衫的人是你，照片里主动投怀送抱的人也是你。沈小姐真会开玩笑，我像是那么饥不择食的你吗？请叫我杨太太。 这是 Tiffany 的新款吊坠，限量版的。虽然它不是什么名贵珠宝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最近一直戴着。你猜猜，它是谁送的？其实很简单，拿着它呢，去店里问一下。 一查就能查出来，是谁买的，谁刷的卡。